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向各位老友记就讲声中秋节快乐。中秋節咧就人月團圓啦，咁啊我啊遠在美國紐約，咁啊每逢佳節就倍思親，咁我喺開平同埋台山咧都仲有啲鄉親父老嘅，咁啊偶然都會好想念佢哋。咁啊，有乜嘢可以講下中秋節嘅心聲咧？咁啊，當然係希望所有嘅老友記能夠人月兩團圓啦，心想事成啦。呢度有個月餅啊！純正五仁啊！咁啊，應下節啦嚇。都係好好味喎，好好咁樣啊！